Hello， 我是大提琴家徐君祥。我是小提琴手。我小提琴手 Ken Ray。OK， 我们赶快转身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提琴家徐君祥。我是小提琴家黄雪玉。我们是谐音的朋友。大家是否觉得最近压力比较大，心情比较郁闷？我们的音乐会有很多好听的音乐，还有很棒的诗词，可以帮你变得开心一点。风呼呼的吹音乐会，11月13号星期一，公定假日下午5点，大家记得来买票哦。